我们来介绍篆刻编款的基本刀法第四种。那第四种呢，我们就说是转折中的其中第一个，转折是很重要的哈，因为我们开始要有笔画的连续哈，接笔的问啊，接笔上。那第一种呢，我们说要先制造这个横画变直画，这右上转折啊，这个用的最多的哈。首先先切出一个横画。短横画、长直画、长横画都一样，都可以。那切完之后再来直画，这样接，当然要对好。我们大概要字形要知道对好。对好之后呢，如果直接这样，这里有时候会太薄弱，转折哈，我们要像我写在这边，像写楷书一样，这边哈有一个厚实的转折。所以这时候呢，到的时候继续像刚刚钉头一样挤一下，这边就会形成一个很饱满的哈，那也是看情况，你的石头哦，有的石头比较粉哈，一推就会掉一大块，所以要看啊，是情况而定哈，这个用力哈，这要看当时的石头状况哈，不能太用力，好，这是基本笔画中的第四个转折一。